毕业了。哦，对了，毕业，毕业的学生已经毕业了。难怪最近看影片的人这么多，原来是毕业生啊！我的卡终于可以用。我回来了吗？还是我断线了？我想讲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回来了，回来了。对了，我想讲说，以前期末的时候也是读得很用力。晚上好，阿抹茶。以前期末的时候也是，现在真的做不到。以前期末的时候可以连续两三天，然后都完全不睡觉，然后就一直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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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读。我是那种期末用功型的。其中也是会读啦，就是那种大考用功型的，平常就是耍废发呆那种人，然后期末的时候读到死掉那个，以前是这样。论文哦，我没有碰过论文诶，我没有碰过博士论文，但是论文的话是有做过，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很累。现在回到学生时期都觉得应该是没有办法硬得住。嗨，鹿，晚上好。鹿，你知道你今天不在啊？就只有我跟羽毛，然后就带他去玩一部恐怖游戏。我今天好难过、哦，我那恐怖游戏的那个声音爆炸，全部录完之后发现没有录到 QQ。觉得难过，但是很好玩，超好玩的，很有趣的一个恐怖游戏。好难过，在床上翻来覆去，今天都会辛苦，到底在干嘛？然后刚刚12点半的时候去找团团，然后我们又再补拍了一部影片，累。为什么这一次的影片晚出了？因为睡过头。最近作息变得奇怪，就想睡的时候就去睡，但是睡都是很浅眠，就两三个小时就起来，然后头就很痛，然后就要工作，然后想睡的时候就倒下来，就所以今天下午3点多撑不下去的时候就去睡了一下，就睡到6点半嘛，6点10几分。就很累，作息又乱掉。阿姐有推荐玩什么恐怖游戏吗？从不挑战恐怖游戏的，我觉得突然最近想玩玩看。嗯，恐怖游戏。今天玩的那一部 Minecraft 恐怖游戏好玩。不知道哎、欸，现在脑袋想不太到什么游戏。然后下下礼拜又临时要再出国3天，累翻天。搜马不错啊，我有玩过搜马，你看还不错的游戏。对，羽毛真的很可怜，羽毛今天整个哀嚎，而且那个很恐怖，他整个人僵掉。拍影片之前一直跟我说：“今天真的要拍这个吗？可以等录来再拍吗？”想都觉得很好笑。没有。要去哪里哦？去北京。临时的事情。过一阵子应该会出来了，那部影片最近库存越来越少了，现在库存1、2、3、4、5，存7部而已，觉得惊悚，怎么7部库存，恐怖哎、欸！要老出国都不怎么上网的，很少很少上网，所以还好。
像这一次去美国也是很少碰网络，非常非常少，只碰了一点点而已。好饿哦！今天晚上吃，我今天晚上吃什么东西啊？我想起来了，最近这几天啊，那个马天也又突然，不是又突然来台湾，就是来台湾，因为七月他没有空，所以他来台湾就变得就等于是我出国回来，我在补我的影片，然后补影片很多事情，很多东西砸在一起，然后。全部砸在一起之后，马天又来哦，那个压力真的好大。然后又要再突然多了一个出国，整个人蒸发，我好累啊，累死。羽毛跟阿谦谁最怕恐怖游戏？我觉得羽毛更怕一点，阿谦还好，阿谦只要有人陪他玩的话，他还 OK。那羽毛不行，他完全根据，完全是没有办法。原因就是好多东西挤在一起，然后手上的库存就是没有很多，增加的很慢，然后又很累，然后又就是生活乱糟糟，然后又失眠。我靠，杀了我吧！然后又找不到游戏玩，你知道我私底下有时候会想玩游戏，就找不太到太多游戏可以玩，就找不到一个可以放松的游戏。对啊 ，Neo Oz， 深夜太辛苦了，没有啊，只是开台跟你们聊天，不会辛苦，聊一聊比较好睡。Why Pat Pat， 阿神你好，是来自香港的观众哎、欸，你好你好。谢谢你的十块钱，还有谢谢 Orzy 哦，我都不会念，对不起，念错的话向你磕个头。谢谢你的三十块钱，阿贤看得到这边的留言吗？看得到吗？晚安晚安。觉得阿贤要确认一下肾子，我甩一个那个花甩个花束，我连中文都不会讲，我甩一个那个骰子，太晚了，脑袋不会讲话了。他说阿神会买 Switch 吗？我又送给我妹妹，我买了一台送给我妹，可是我没有玩。对，他有，我没有。买了一些游戏送给他。对，但是我没有。大学期末考之后，现在熬夜一边听台一边看书。辛苦了，考试就熬一下，熬一下就过了。重点是要熬过，熬不过很惨。要熬过，加油加油！还有在玩风儿吗？没有哎、欸，那时候腻了就没什么在碰了。对啊，大考大读，支持者，陆讲的那个吗？对啊，我一直大考大读，然后其他都不怎么读，就是耍废。至少交功课，我觉得其实你交功课有交功课，然后考试稍微看一下，不要太惨，应该基本上来说很难被当掉，我觉得啦，自己那时候读书的感觉是这样。对啊，但是平均都几点睡啊？不一定，最近刚回国比较乱，乱了就调不回来，然后加上一大堆工作，乱糟糟，精神状况不是很好。马吉最近改版G21，我已经不知道马奇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好远哦。之后等下改版的时候再玩一下好了。因为阿神的工作是在玩游戏，所以玩任何游戏都感觉像在工作。其实也不是哎、欸，其实也不太算是、欸。我私底下是会玩一些其他游戏，像是《七日之都》，我就玩好久，玩到现在已经十几周末了。然后每天也是花好几个小时在玩，其实还是有啊，只是不适合拍影片。也好久没听到阿神讲苍崎的事，对耶，
就先回顾一下好了。毕竟有点大声，等一下，这样好一点点，希望有好一点点。日本要去七月要去日本考试，看烦了，很紧张。是考什么？感觉很难耶，辛苦了。Life is Strange 要出二了，有，我有看那个预告片，但居然跟第一代有关联性的故事，好像是 Nathan 小时候的故事，好希望是 Nathan 哦，真的好希望是 Nathan 哦。Nathan 感觉是一个，就像我在那个特别篇讲的 ，Nathan 感觉像是一个很有故事性的一个人。美术系的考试，那就要考你的技巧，不用考你的语言能力啊。需要考语言能力吗？要吗？阿神，我想问自己，请问自己的一种问题该怎么解决？我常常无意间压抑自己的情绪，也无法控制自己想要释放就释放，都是被自己压迫到最后，一不小心直接大哭出来。我是不是情绪坏掉了？不是啦，不是很情绪这种东西，我觉得如果你发现你可能有这类型的状况的话，真的去看个心理医师会比较好一点。我周围之前去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对，他有类似的状况，然后就陪他去。的话，今年改善很多了，很少看到他有这种状况了。所以，如果你开始发现有类似的状况的话，真的去找一个真的专业的人，不是我，我只是随便乱讲讲，就是找一个真的专业的人，他们懂这些东西，他们能够帮助你，对啊。而且其实看心理医师不会很贵，就挂个号150块，还是200块，忘记了。那时候陪他去就很便宜，对啊，所以如果你有发现你有类似的症状的话，可以去看看，是会蛮有用的，我觉得啦，我觉得。那这些是有时候忧郁症啊之类的症状，就周围的人是其实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就是他们可能会因为一些事情，一些对你来说是小事。就真的很小很小很小的小事，可对他来说就是影响非常非常大，但是大到就是心里会压抑不住，所以就如果你周围有这种朋友的话，你不要跟他讲说没什么啦，看开一点就好，不要跟他讲这种话，拜托。带他去，就是如果他可以接受的话，就带他去看心理咨商，真的会就是会比你这边讲那些东西还好。20岁还是只会画火柴人，我其实也是啊，我只会画那种，那种东西。对啊，看心理医师去诊所还是去大医院啊？诊所就可以了啦，大医院要排队排好久，要排好久好久。他想回拍 Lucky Pokemon 吗？目前没有打算拍那个，好累哦。而且拍到后面，就是观众的反应我很不喜欢，就跟我玩《The Walking Dead》一样，丧失我原本玩就是那个系列的初衷了，我就不玩了。阿胜中午醒得来吗？这个时候没睡到下午都不会醒吗？不一定，最近都很浅眠，一躺上去就是两三个小时就起来了。昨天也是2点睡，5点就爬起来了，傻眼，超级傻眼。哦，大哥，阿胜会去北京的哪里？我去办个事而已，办完事就回来了，不是去玩的。哎、欸，羽毛，刚刚大家才在讲你坏话哎、欸，刚刚大家都在讲你坏话，你不在哦，可，假设认识的人有忧郁症的话，可以去搜寻，别再说只会说加油了，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怎么对付他们，对啊。给我50块就告诉你，
但是其实我在你刚起步的时候，月末是铁卷门老师伺服器刚开始的时候追随，但因为忘记外地账户，现在的我终于大学毕业，可以好好走自己想走的路。以为括号，我与家人洽谈想走 YT 的圈，家人给我一年的时间，到现在没任何起色。方式风格也改变了很多，加上家人给的压力，现在已经快24快25。家人逼我去考公务员，至少稳定。YT 频道好不容易经营到10000订阅，哦，很不错嘞，10000订阅，虽然非常没有，我觉得以一个 YouTuber 这个数字很大了。一直拿不出好的成绩来，一个月不到22K的收入来说，对我自己的想法越来越渺茫，不知道要不要坚持下去。曾经与许多 YT 实况组进行合作，却得不到大家的回复，或是认可，都不知道未来怎么走。抱歉打了这么多，不回也没关系，想法自己没关系。我觉得怎么讲啊？因为现在 YT 现在不是以前的那个蓝海，是红海，就是很恐怖的红海，血红色的那一种，所以就很难经营，真的是很难经营，除非就是你真的是很厉害，超级厉害的那一种，才有办法在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杀出一片天，不然就真的是只能够慢慢累积。那如果只能够慢慢累积的话，再加上如果像你已经毕业了，有经济压力的话，就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真的会先找一份工作，然后一边工作，然后一边做 YouTube， 直到 YouTube 有很明显的起色的时候，我才再考虑就是再转。你不用一定要二者一样，你可以两个都拥有，但是就是要自己再更努力一点。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年是一边工作，然后一边做 YouTube， 而且那个我的工作是电子工程师，是那种早上就是要打卡上班，但是晚上你不用打卡下班的那种，就是晚上你就是动不动9点10点下班，然后我还要再弄 YouTube， 可是我还是撑过来了，所以对，你可以在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对，不一定要二者一样。但是就是你要努力，你要就是很用力的努力。喝个水。那现在还要再考虑一次做 my life 吗？就 人生就一条，做那么多 life 干嘛？谢谢红石电路的5块港币，希望我的红石电路会厉害一点点。我给你500，好，没问题，你给我500是不是？我是给路哦，不是给我。哇，现在订阅图跟扳手都放在昵称后面，真的挺不习惯的，还好吧？喵喵 neck。谢谢你的10块港币。大家有看四足吗？我不知道是我长大了还是怎样，我觉得今年的四足好像没有像以前学生时期那么热忱呢。觉得就是新闻看一看而已。以前我记得在学校，我这是坏榜样，不要学，就是会偷偷去买那个彩券，然后大家都很兴奋，然后就看今天买什么，很坏，不行，彩券要18岁才能买。那18岁哦，不要乱学。他现在有一款游戏叫做 Captain Sprlock， 跟 Life is Strange 是同一个宇宙的游戏哦，好像是出在中间的那个游戏，我知道，出在中间的那个戒指的游戏，戒指。我不知道，可能是学生的时候比较闲啦，出社会之后开始要工作的时候就没有那个时候的热情了。所以就怎么讲啊？我觉得周围的气氛会影响一个人。就是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当每一个同学每一个人都在看
世界杯，然后每个人都在偷买彩券的时候，就会很期待，然后就是会看，但是我毕业就没有再看。还想干脆来拍一个怎么 coding 好了，早就忘记了。而且我是硬体工程师，不是软体工程师，我是逻辑超差，完全不知道怎么 coding。会一点啦、啊，但是就是很烂，烂到爆炸，烂到大爆炸。最近因为身边发生了许多事情，想跟阿神说谢谢你的存在。每天每天的努力都辛苦了，谢谢你为这么多人带来美好和快乐，谢谢你，谢谢你打了一段让人家心暖暖的话。欢迎宵夜，宵夜是那个宵夜吗？还是另外一个宵夜？啊，是同一个宵夜，好久不见，你欢迎。我回来了吗？我回来了吗？今天网络狂断线的，好惨哦！有没有？这样以后断线就不会有人喊了。聪明，对，教育从每日开始教起。好，就这么定了。我不需要这种习惯吗？很感谢阿神的点醒，目前频道以日更为主。日更很累耶，日更是一个很虐待自己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日更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讲？其实 YouTube 这个工作是一个很逼迫人的一个事业，尤其是你是日更，这个更恐怖。尤其你是日更的话，这个事业，除了有人跟你指指点点那一些那个第三方压力之外，最恐怖、最直接的是 YouTube 这个东西，它就是绑着你，你就是没有办法离开它的那个，离开它的那个中文怎么讲啊 ？Algorithm， 那个 algorithm 是什么？那个。分析的那个就是推广分析，就是那个英文啦，就是它会有一个数据。那如果你要就是成功的话，就真的就是要诀就是每日更新。但是每日更新的话，你除了不能够让你的内容一直重复之外，你要一直想新的东西。像刚刚跟团团玩的时候，团团问我说我是怎么每天都可以找到这么多东西的，就是因为我每天。就是至少一天会花两三个小时一直在找我今天到底要玩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好不好玩，然后这东西玩的时候那个节奏要怎么抓，然后如果节奏这样子抓的话，我不 OK， 好 OK 之后就定下来了，然后这部影片要找谁来拍，所以在拍很多行程的时候都会拍，甚至有时候我会不知道明天要拍什么东西，当我不知道明天要拍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很焦躁，然后很，那是一件很摧残人的一件事情。然后，对，很多很多东西，他那个压力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 hold 得住的。啊，我还没有读完你的东西，对不起。每次约莫4000到10000的之间的观众跟我说过，有一天也是需要离开的，因为自己的特色并不多，说话方式的口吻也不是很棒。今天听了阿神想法，也想想 YT 已经不是以前上传十几分钟剪辑就可以赚取广告生意，甚至到门槛的设定需要1000订阅以上，加上4000观看小时才可以有收益的，挡住了很多有梦的人。谢谢阿神，会更努力的寻找自己未来的出路，加油加油。对，讲到哪里？讲到对，然后这也只是一个小小的那个一个东西。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对，正好另外一种我给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当你在做 YouTube 的时候，你真的很难看到
你真的很难看到你两年后、三年后的样子。你自己回想一下，你自己思考一下，你现在心目中有没有一些 YouTuber 是你以前会看，可是现在他已经没有在做的？不是你不看，是已经他已经没有在做，他已经 hold 不下去，他就退出 YouTube 了。你现在脑袋中应该已经有好几个人在你脑袋中蹦出来了，就是这东西真的不是很适合一个人长期做下去。可是我还想再做好几年，我至少还想再做九年。我有跟你们说过，我35岁就想结束了吗？结束 YouTube 的那个职业，但是我说九年其实很长了。九年好长好长，比我现在做的都还长。我现在只做7年，我还要再盯9年。所以我其实心里一直有一个想法是，就是我看今年过好快，今年已经6月了，已经过了一半了，对不对？其实我不知道，心里就是有一种开心的感觉，又撑过半年了。我反而不是觉得时间过好快，我有一种好想要把这一段时间加速的感觉，就是因为真的太累，然后就太累，其实很想要让它加速，就是度过这9年，我要去做别的事情了。对啊，而且也不是只是说你每一天丢影片上去就结束了，就是你丢的东西还要看你的观众喜不喜欢，然后你丢的东西除了你的观众喜不喜欢，你还要知道 YouTube 喜不喜欢，这才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你永远不知道 YouTube 到底在想什么，你今天做的策略，你明天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你今天的影片的封面、影片的标题、影片 thumbnail， 然后你可能明天完全就不一样了，完全规则一变就死了。多多少少 YouTube 就是死在 YouTube 的机制上面。对啊，你有多少？很多很多。有人说，重点是拍的开不开心。其实，在拍的过程中，其实很开心。但问题就是，我开心就只有在玩游戏的那一段时间。有时候真的是拍完之后，我会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上传？我拍完之后，当下很开心，但是不开心的地方其实是后面，我会想说这个东西拍出来，你们到底喜不喜欢看？就是这种类型，到底要不要上传？还记得上礼拜吗？我们拍了一个海啸的地图，然后那个是就是很烂的那个灾难的地图，非常非常烂，烂到一个爆炸。然后其实拍的当下就很白痴，很好笑，超级好笑。但因为这是太白痴、太智障了，那个地图真的是烂到一个爆炸。然后我就开始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发？到底要不要剪？到底要不要花时间做 thumbnail？ 因为拍的当下可能就30分钟，也很快，就是咻就结束了。但是你后面，如果你决定好这部影片要上去的话，你就要再花后面5、6个小时、6、7个小时，然后才能够把那个影片上去。但是其实我内心明明就很知道，我其实已经知道，在上传之前我就知道这东西你们不会喜欢，就结果也是这样，你们不会喜欢。就不是说所有的 Bob 都不喜欢，就大部就是比平常还多的 Bob 不喜欢，这我知道，因为我知道那个地图真的很烂。但就会变成，这也是另外一种压力的来源哦。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阿神不需要每天都放影片到 YouTube 上面，这样子每天都会很辛苦。对啊，但是如果你知道，你只要放松一天，你只要在 YouTube 上面放松一天，它会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雪球。就你只要放松一天，你的观看数在那一天掉下来了， YouTube 对你的频道的评价，整体的 watch time 观看时间就会下降，它就会少发一些频道的影片的通知，就是我发了影片，有开始就会有部分的 Bob 收不到，然后
有部分 Bob 收不到的话，我的整体的观看、整体的频道的观看数就会再下降一点点，然后变恶性循环，一直往下滚，一直往下滚，一直往下滚。所以你觉得我会敢？你觉得我敢不发一天吗？不敢，因为我被绑在这里，而且这是我的工作。玩游戏的当下很开心，但是经营上还有从长期来看，其实这是一个超级超级不健康的一个职业。你没有办法让自己休息一天。可以啦，你前面很忙，像我出国前，我要囤七部影片，常常会有人说阿神超级囤片欸，囤片囤片，整天都在囤片。但是你知道，要是不囤片的话，你就死掉了。你不知道日更是，就是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生存。可是就算是这样子，浩浩也每天也没有每天发，那是因为类型不一样啊。你有发现搞什么也没有每天发吗？因为类型不一样 ，gaming 游戏的 YouTuber， 你去看国外就是这样。所以，这只是那个啦，这只是这个 YouTube 上面觉得压力很大的事情。啊，欢迎林如林，你的名字好好绕口，林如林，可爱的名字。我有候机室啊，大家现在看那个影片打开啊，底下啊会有一个名字叫阿三，他是我的候机室。那有些影片底下有写我的名字，那就是我。所以大家如果可以注意一下，那个每部影片底下有那个候机室。对，所以大部分95%的影片现在都是阿三剪的咯，很厉害。凯阳晚安，早点休息。但是其实，现在真正压力来源不是在，就是影片剪辑那些，反而是在就是我刚刚讲了那么多很多很多东西，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像是现在 Twitch 聊天室，最近巧克力都不见了，最近好多好多这种留言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烦躁。你们知道我其实每次都会找他吗？然后大部分都是他没空啊。其实，在拍很多游戏的时候啊，我都会找，但是就是很难很难很难有空。对啊，所以拜托不要在底下留言就打说，哎，谁谁谁怎么都没来？我最近最讨厌看到这种留言了。而且要多多喝温水，其实很少喝温水，我都喝冷水、凉水、凉的水啊。对，尤其是当你一个人在孤军奋战的时候，我还好啦，我现在有一个剪辑师在陪我，觉得窝心，觉得很棒。对啊，所以现在就在想说，要是如果我退休的话，我就可以开一家店。我现在梦想中就是开一家店，然后退休之后，至少那一家店不要亏损就好了。然后就转行，转行。阿神，你真的不考虑换键盘吗？轻手很伤手指，你哪里听到的？轻手还有反馈，对手指很爽，好不好？没有啦，没有，你那是听到奇怪的留言啦，轻手不会伤手指啊。不过那是应该是很久之后的那个事情了。对啊，阿神知道赛车杯的模组作者有在影片底下留言吗？我知道，我知道啊，我在 Twitter 上面跟他聊天。大家有 follow 我的 Twitter 吗？可以那个看看我的 Twitter， 可以去 follow 一下，有些绯闻都会在那个地方。像我今天晚发影片，我就跟大家说，对不起，
しみません。没有、哦。QQ。对，我喝常温的水啦，不是凉水，常温的水，就是放凉了之后。但是听你说了这么 YT 的事情，我正要开始 YT。企鹅，我一年前、半年前就听你说你要用 YT。原本电脑在13开始前会拿到做一些13影片，可是公司有点问题，13结束才拿到。我可能要做的是新游戏《人王》的 Crew， 还有 DMC《Devil May Cry 5》。可能有点 Minecraft， by the way， 谢谢你带给大家这么多快乐的回忆。你要要有点进展，要有就是怎么讲，一点动力。其实我觉得，那个叫做什么？我觉得在 YouTube 上面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止 YouTube 了，在你人生中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冲动一点是好事，尤其是一些舒适圈外的决策，我觉得是要冲动一点是好事。有时候你真的要把自己丢到泥沼里面，你才会想办法挣脱，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像你们知道搞什么，就是一个我一个很冲动产生的东西吗？马丁那个也很冲动吧？对，就那时候完全不知道会到底要做什么，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影片要拍什么，你们知道吗？你去看我们第一部影片就知道，我们根本完全不知道干嘛。但就是很冲动，然后要把自己丢在泥沼里面，然后想办法挣脱，想办法做，才有办法做得出来。我觉得啦，当然一定会就是有可能会失败，但也没有什么损失嘛，对不对？就何不冲动一点。我还会搞什么的片是规划好的，没有很前期的时候哦。你说搞什么的频道？没有没有，很前期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随便。那时候找人我也找得很随便。你知道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其实马田第一次问他，他是拒绝我。对。我刚刚说我在台湾，你爸来台湾。他第一次，我第一次跟他电话聊，然后就被拒绝了。然后过了两三天，我还有密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 YouTuber， 然后密了一下他，他没有回我。然后在第三天的时候，马丁就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想了一下，好啊。”然后就好了。结果马天打电话给我之后，我密的那个人他就又回我了，没他就才回我，就跟他，然后他就问我说什么事，然后我就说没事没事没事，不然现在我应该是跟另外一个 YouTuber 一起拍，但结果后来就对，他就突然说好，然后我就说好啊，你都答应了，其实那个时候要是那个时候马天没有答应。然后另外一个人也没有答应的话，我就不会去做另外一个频道了，就这样。所以其实是一个我脑袋中想到的一件事情而已。我就想说，好，如果我做一个新的频道，拍些生活的会不会好玩呢、啊？好啊，试试看。然后如果要是没有人都，没有人回我的话，那就算了。对，然后马天就说好啊 ，OK， 他都说好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代表我那时候的想法是代表他一定那个深思熟虑想过了。我要是跟他说我没有想要去做，我其实那已经第三天了，我已经想说啊，就算了，就算了，继续做游戏就好了，那么累干嘛？然后对，他都说好了，那我就有一种骑马难下的感觉。对，就骑马难下了，然后就蹦就出来了。马田真的会乱喷钱吗？还是安排好的？他真的会乱喷钱哦。我们频道前面四五个月都没有收益，然后他就是一直花，一直花，一直花，一直花。不过他那个投资是对的，很好。马田是一个很冲动的人，他东西都乱买，但是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很需要。我知道是骑虎难下，那是我刚刚讲，因为是马田啊，骑马难下、啊。
哎呦，没 get 到吗？默默安插奇怪的双关语。有越画越凶的趋势吗？还好哎，还好，差不多花那个价钱左右的钱。而且他其实乱买东西其实很好，因为有时候买东西很奇怪的东西，好的啊、坏的啊，其实都会买得到。所以搞什么那边的影片真的是废片一大堆，真的是超级废片。我觉得很开心哎，其实在拍搞什么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开心，就拍的东西好轻松哦，像。很早之前有人说不拍酷酷兄弟了吗？酷酷兄弟那边的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在拍酷酷兄弟的时候啊，会有三个摄影大哥看着你，然后拿着摄影机拍你，就拍你，对，压力非常非常大。然后你要进摄影棚，你进摄影棚之前你还要化妆，你会有梳妆师，然后就天哪、啊，那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所以在拍搞什么的时候，就真的有些东西很废，就是废到一个不行，就是废到一个烂掉。像我们今天，前几天发的那个工商的那个汽车的那个，干他妈的废！我要去上厕所。来了，哎呦！对，总而言之就是那个废好，所以就是拍起来就很轻松，就是去那边玩的，你知道吗？就没什么压力，然后拍了，其实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观看，真的让我觉得。生活类型的影片真的很好做哎，我真的觉得生活类型的影片真的比 YouTube 比起来真的是好做很多。请你拿假如设法，刚受完工作的摧残，还可以跟到台北治愈了。不过马上听到干他妈的废，对不起。阿杰，我大概半年前就很少看你的影片了，大概对 MC 的模组感到腻了。只要你玩 MC 以外的游戏，我都会看。希望你可以多玩 MC 以外的游戏，多看直播台啊！我直播的时候都玩 MC 之外的游戏，或者是聊天，像是这个样子。所以，对，如果你看腻了 Minecraft， 多看看直播吧。哎呦！阿神学生时期是那种不会理人的类型吗？没有那么孤僻啦，但是就比较安静一点吧，比较安静一点点，安静一些些。不过酷酷兄弟那一段也让你成长了，每周多少都有点不一样的感觉。对啊，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一生中不用就是一直都做一样的事情吧。我的想法是这样，就不用都做一样的事情。那时候搞什么啦，酷酷兄弟。停了也是因为也做很久，两年还三年了吗？两年三年了，非常非常久。阿神平常有双足球比较忙，直播都不可以跟，真的很希望会有直播或者是精华或者留记录。好，好，希望阿神做自己喜欢的事，做自己的样子，并按下订阅，因为看到这样子阿神，我也放弃了。
借我爸的位置。哦，我爸参与 PS2 跟 PS4 的制作，放弃同学认为的人生胜利组的路。因为去年暑假的 PlayStation 即时看到阿神在台上，我也决定要做自己。知道阿神很认真的在，知道阿神很认真在影片。工作上就算痛苦，也要享受痛苦，避免不让压力，不见。但面对压力，唯一的路。但阿神没有逃避，阿神依然在荧幕前努力着。这就是我订阅的阿神哦，谢谢你。我觉得。做 YouTube 啊，你 其实除了刚刚我讲的那些，就是被 YouTube 直接绑着之外啊，很大很大的一部分也是你需要面对舆论的压力。像我现在开直播啊，看到有很多很多，就很多很多人会讲这些很温暖的话，可是我们每天面对的、啊，也同样的是很多很多人会讲一些很奇怪的话。我觉得，你要讨厌一个人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可以 就突然讨厌他，然后你要讲一句话，其实都很简单，但是其实对很多很多的创作者那些伤害其实是很重的。就其实你明知道就是讲那种话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对一些创作者那些伤害是非常非常重，就是这是我人生中我的工作中另外一小部分的压力来源也是来自这里，但。就是看到你们就觉得谢谢你们。对啊，有时候 YouTuber 怎么讲啊，像是英雄也会有不美丽的一天，你懂那个意思吗？不是说我是英雄啊，但就是超级英雄也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也会有不美丽的一天，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一样，我其实没有跟你们差在哪里。对啊，就跟你们一样，是一个人。所以，怎么讲啊？别人要否决掉你的努力很简单，其实单单一句话。但是，就你要知道，你自己做的东西，只有你自己才知道。才知道它的价值。虽然这样子讲，但是怎么讲？鼓励自己的勇气，不是鼓励自己的勇气，鼓励自己的心态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需要养成的心态。不是说让自己变得很自傲，还是让自己就是不完全不管其他的言论，但是在低潮的时候啊。让自己就是怎么讲，尤其在低潮的时候，当别人否定掉你的努力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做的东西是一文不值，是什么意义都没有的，不管是生活工作或者是课业之类的东西，或者是人际关系，但你要有勇气能够认定自己的努力，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对，所以也谢谢你们，就是，对啊，跟我想讲成语哦，我要讲了，素昧平生，就讲对吗？跟我素昧平生的还愿意那个，就花时间在这里听听我讲话，对啊，谢谢你们。厉害吧，我的中文超强。欢迎阿明加入我们的 family， 欢迎欢迎。你们好坏啊，说成语要先预告，我怕我讲错。阿成的古文造词在刁我啊，揍你啊。不客气，记得礼拜五准备好。好，礼拜五准备好。对啊，就对，做 YouTube 很辛苦，然后就谢谢你们，可以再让我撑九年吗？好吧，八年半，我现在26岁，让我撑到35岁，那我去开店，
你们没事来店里陪我好吗？对，八年半，一年365天，八年还要再做几支影片？我可以一次先拍完八年的影片吗？如果我一天拍10部影片，八年要拍几部影片？8×365，我要拍2920部影片。如果我一天拍10部影片的话，我只要292天就可以拍完八年的影片。我等于今年开始努力，我明年拍。靠腰，死掉。对啊，对啊，要一直变。9年等于一个国中加一个高中，然后延毕3年，辛苦哦。对啊，要一直变化了。以前的 YouTube 的时代跟现在的时代真的是不一样了。常常有人说：“阿神，你怎么变了？”我喜欢以前的你，其实没有什么不好。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不同的时期。他说：“阿神。”我比较喜欢你以前的声音，阿神。我比较喜欢你以前的样子，阿神。我比较喜欢你以前玩的游戏，阿神，阿神，阿神。我觉得其实没有不好啊，其实反而还挺开心的，就是至少我那个时候有陪到你。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就够了，你不用。这应该算是对创作者讲的吧？就刚刚有看到有一个 Bob 是有在做 YouTube 嘛，对不对？就觉得不管是做什么、啊，做 YouTube 或者是做。就创作类的东西，你可以把东西给别人看的职业，讲什么？就觉得你不用把每个人都一直绑在你身边一辈子，你只要能够出现在他生命中的几天就好了。对啊，尽管他跟你讲说：“阿神，我讨厌现在的你，你可不可以变回以前的你？”就代表他真的很喜欢以前的我，也是挺好的，不是吗？也是挺好的哦。这么喜欢以前的我，再回去看个10遍。对啊，人是会改变的，人就是一种生物啊，人不变的话好恐怖呢。而且如果 你认真去看看，就是 YouTube 是一个怎么讲 ？YouTube 是一个会强迫人成长的地方，会强迫人一直不停改变的地方。我希望是往好的方向成长了，但是它的确是一个会让人不停一直会需要往前走一直成长的地方，所以你必须一直改变，你必须一直想 你接下来的路怎么走。今年的我跟去年的我不一样，去年的我跟前年的我不一样，更何况我做了7年，7年前的我跟现在的我7年呢、欸、像路刚刚讲的7年是一个，不是8年，8年是一个国中再加高中再加延毕3年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一个小学6年级生，你到了大三，你大三会跟小学6年级的人是一样的吗？不会啊，你跟你小学6年级是一样的话，那就还挺恐怖的。我做了7年，哦，那是9年哦，对不起，我数学不是很好哦，挖洞给我跳哦，对，就是。大一被挖洞了。对啊，你要期待一个人会改变，不改变的话，如果你周围有朋友就他6年前跟现在一点变都没有的话，就拜托离他远一点，他一定是什么疯狂杀人魔之类的，要小心。6块钱说阿神加油，为什么是38块钱？谢谢你的38块港币，谢谢你Coco， 好大一单哦，250块。真的想跟阿神说，希望你可以相信 Bob 是真的单纯的喜欢你，而不是因为一款游戏而喜欢你呢。当然我希望，我当然希望是这样啊。但其实有时候，因为毕竟大家都只是到 YouTube 上面，就是找一段时间，真的就是真的你要喜欢一个人，就喜欢一个创作者，喜欢一个明星，喜欢一个。会是喜欢一个任何一个东西，是那真的是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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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少数。就现在看的900多个人，也许半夜会比较多一点吧。就是你们
现在可能有在打字，然后讲一些话的，或者是默默听，这样躺在床上，也许已经睡着了。我现在大叫的话，你会被吓醒吗？嗯，对啊，就很少，非常非常少。要不要因为影片里面的不喜欢和难过，要让自己多休息、多喝水，这样宝宝们才会开心啊，是因为开心对吧？加油哦！我不厌其烦的再说一次，要记得找马天帮你买清热裤。好 ，OK， 清热裤好，记起来。马天刚好来台湾，明天找他的时候叫他帮我买。谢谢你 ，Coco。清热裤是什么？我就有点忘记了。之前你有告诉我对不对？可以化痰止咳增阳寿是吗？六块钱，六块钱抖六块钱，谢谢。总而言之啦，就谢谢大家一路上陪大家哦，降火的，我以为可以增阳寿哎，就谢谢大家一路这样子陪我们到，不啊，陪我到现在，对啊，尽管改变了那么多，你们还在这里，谢谢你们，我明天也会跟今天不一样。就明年也会跟今年不一样，五年后也会跟现在不一样，十年后也跟现在不一样，所以希望，好不好？希望十年后的时候，你也还在这里。也许十年后也许十年后最后一次开台的时候，我还会想到这个时候跟你们讲的这些话，然后你也许那个时候也在那里，好吗？十年的约定。企鹅飞说：“会话，会话。你看有多少人陪你聊天？你看现在几点？拜托，多少人跟着你一起成长、一起改变？起那么多小声，该打，该打，不该打了。谢谢你的八七。其实我是从搞什么才知道他是你的。每次念书累了，都看到两个大男孩一起搞笑，和朋友相处的那种快乐感，让到自己。感谢这段时间陪我念书的时光，不过也谢谢你。”那时候在做搞什么？能想说会不会有完全不认识我的人看稿、啊、你们知道我前几天的时候收到一个我小学同学的 Facebook 的私信，他说他是看三元的影片里面有搞什么，才发现是我、欸，超好笑的，一个小学的女同学。然后我看了一下，有一点印象，可是印象很薄弱。小学，他说我都没变，怎么可能？是因为就是那个样子吗？很废的样子。李一说：“阿神是我第一个 donate 的 YouTuber， 心情不好的时候看阿神的影片都会变好了。希望阿神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身为 Bob 会一直支持你的，未来我会一直喜欢你的影片。阿神要加油哦！好，谢谢你。不奢求陪你一辈子，就这段时间，那我陪你吧。好，哎呦，对。”就是这样，所以心情好一点了、欸。刚刚录音档消失的心情好一点点了。谢谢大家，又陪我度过了一个我很遭遇的晚上。修令说增阳寿太酷，对啊，可以增阳寿，对喉咙也有用哦，喉咙痛也可以医。好，我想像阿神一样参加E3，受邀 Google 发布会等，玩一些最新的东西。除了 YT， 我还可以做什么？游戏开发商，游戏开发商，我不知道哎、欸，游戏开发商吗？游戏开发商 ，Kim Sui， 你可以打字啊 ，Kim Sui， 我会看啊，我都给你暖哭了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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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对不起，有点太热，最近很热哦，香港也很热哦，台湾好热哦。阿神，我真的很敬佩你。我以前断断续续看你，看到现在，不管面对怎么样子的问题，你都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你完完全全不会被外在的问题限制住。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变成这样子的人？或许这只是表面上的你，但我有时候真的很嫉妒你，很喜欢你。谢谢。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冲动吧，我有时候做事很不动脑筋，真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其实算是我自己的一个超级大缺点，也算是我自己觉得这也。对我自己的人生来讲，它是一个优点，一个优点又同时是一个缺点的存在。就是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冲动，然后不要想这么多，
其实你们，我上次遇到一个我的朋友在美国的时候，我就跟他聊，然后跟他聊，就是人啊，就是一辈子就是就那几年，五六七八十年，我不知道可以活多久啊，那就希望可以就是至少七十吧，对，然后就这么长而已。然后我现在已经二十几了，二十五了，三分之一没嘞，三分之一，像三分之二嘞，我人生已经走完三分之一嘞，要求贵哦。现在想一想，其实挺恐怖的。所以人生就这么长而已。然后每个地球上很多很多的人，就是大部分都在做一样的事情，上班啊，考试、读书，这一定要，没办法，就读书、考试、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就是想做一些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这地球上95%的人都在做一样的事。对啊，就如果可以成为那5%做不一样事情的人，感觉很棒。对啊，所以我现在人生的策略就是冲动，让自己陷在泥沼里面挣扎。想放弃，挣扎，想放弃，挣扎，想放弃，然后在这个地方不停的 loop， 挣扎，想放弃，挣扎，想放弃，然后放弃，不是啦，然后想办法做出一个自己最舒服的位置，在泥沼里面，你要躺着当大王，学到了吗？接下来 ，Kim Sui 说，我只是想抖个抖，谢谢，谢谢你的10块港币。人生太短嘛，早点休息，增阳寿。对，但是其实周围的朋友、周围的家人都会，就是其实常常持反对意见。像最近想开店这件事情，我就跟他们讲，然后他们就说怎样怎样。我觉得是好的，其实很好，周围的人会劝你，真的是不错。那你不管他们也是不错。人生叛逆一点，人生就自己啊。自己的，对不对？如果那真的是你自己想要的话，就放手去搏，放手一搏，放手去一搏，放手一搏，就不要太担心太多事情。虽然一定就是你去做了，一定会发生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做了让自己陷到泥沼里面，然后想办法走出自己一片天，我觉得那样子比较好，好一点点。对了，这样子比较好一点点。话说，当初男友因为知道我喜欢阿神，就会跑去买眼镜，各种学阿神讲话。对不起，还是说自己是伪神，他跟我说嫉妒阿神，太搞笑了。对不起啊，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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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男朋友说对不起。看一下兔曲的留言哦，因为阿神一直。鼓励一直以来的鼓励，现在 越来越勇敢跨出那一步，学设计，学剪辑，学那些以前不被允许的事情。人生不只有规划好的事情，每次累了都回来听直播档，就觉得很暖。哦，谢谢你。对啊，就人生就那么短吗？棒棒。芳芳说：“不管未来如何，我都在你的青春占了一席之地。”哦，你都在我的哦，我刚念反了，哇！芳芳在我青春里占了一席之地，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继续喜欢你。好的，我会继续喜欢你拉小提琴的样子。边利奥说：“阿森，我跟你同年哦，我是跟你同年级的李欧，我好喜欢看你的影片，从舞蹈系大二看到现在，在精品业担任资深销售，我很感谢你总是在哇，我一点中文，在自己的梦想。”努力，追梦的感觉就像如同我一直支持你一样，由衷的感谢你，你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支柱。每当好多事情想放弃的时候，总是会想起你教我们坚持。尤其当我放弃艺术转换跑道的时期，我真的很感谢你。不会不会，要谢谢自己，谢谢自己也这么相信自己。我觉得肯定自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像刚刚 Leo 说到转跑道啊，有时候。大学这四年真的是一个找到人生中道路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很勇敢耶，就是愿意直接放弃
当下读的转另外一个科系，很勇敢，厉害，那样，感觉是故意的。记得是中，不是啦，小提琴。芳芳，你自己出来讲，是不是小提琴？哎、欸，懂呢。阿神，你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大男孩，有时候会抑郁，发作。看你的影片让心情变好，有时候甚至想死什么的。跟看战神感觉就变多了，感觉就好多了。谢谢你陪我度过，不客气。当做追番吧。喜欢动漫的孩子不会死的，因为下礼拜永远有新番。Coco 晚安，休息休息。最近 Roblox 在国外很红，阿神会试玩看看吗？不会，好丑，那游戏好丑，看起来就不喜欢，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要四点了、欸，我们聊到四点好不好？好，我们聊到四点。安西说，我是从2012年开始追你的宝，跟阿神一起破千破万百万，直到现在150万。我喜欢以前的神神，现在的神神，未来的神神。谢谢神神给我开心与勇气，希望阿神能够保持初心，未来不会迷惘。我们 Bob 都爱你，然后要早点休息，身体还是要顾好。我现在身体就是告诉我要睡觉，我就跑去睡觉。然后就前面，今天晚上应该会睡好一点，我今天晚上会想到大家，然后就开心的睡觉。我肚子好饿、哦，我不行了。如果把自己丢到泥沼中，连挣扎都无法离开，也没有人为你丢出救命的绳索，此时此刻已经到了尽头，无法呼吸，是否就该真的放弃？你是说搞什么吗？对，搞什么就是这个状况啊？没有啊，你要学会如何在泥沼里面呼吸，你要有这种自信才行啊。对啊，当然如果你尝试去做啊，然后一直没有起色。对，我刚刚这样子讲是在自信面哦。当然，如果考虑现实面的话，如果你做一个事情，你自己觉得你都坚持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还没有起色的话，就是真的是该认真思考一下，再次转换跑道，也不能够就是这么的顽固，一直做。就是如果自己心中都很明确，你要。听自己心里的声音，心中都很明确说这真的不是一条可行的路的时候，你心里有那个声音出现的时候，你要认真思考一下。对啊，坚持不一定会让你成功，但是成功的人不坚持下去是不会就是继续下去的。严暖说，阿珍讲的这些话让我想到有人说过，与其随便的做事开心，倒不如尽全力的做事，尽全力的开心，毕竟人生只有一次。对哦，而且怎么讲，我有时候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很喜欢宇宙，我跟大家讲过吗？我有一天晚上在玩一个关于宇宙的游戏，我很喜欢宇宙。然后如果你把地球这样子 放大，然后缩小缩小，一直在缩小，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不是讲地球，这个世界，整个宇宙，就是人，就是真的是，我要讲成语咯，沧海一粟，好棒哦，对，就是很小，所以有时候这么想的时候，你就不会去不敢踏出自己的那一步路了，对啊，就真的就很小，很渺小。我的购物车快满2000了，我还在犹豫。嗯。而且我之前有被你回复过留言，之前我想跟你说我的 YouTube 订阅只有24，你安慰我说我真的很开心。原本我想跟你说我的订阅只有24的时候，你跟我说两部影片就24订阅啊，真的哎、欸，我有点忘记我有回复你了。现在我的 YouTube 培养到1200个订阅了，真的很谢谢你。哇，好厉害哦！我的 Facebook 不会回私信，因为我的那个 Facebook 就是
不是我，不是我常用的东西，我都在用 Twitter 啦。要找我在 Twitter 找我好不好？好吗？好 ，Twitter， 去 Twitter 找我。你可以不要私信我 ，Twitter 也不会看私信。那个你可以画画，然后 at 我，我会看到，我也不一定会回啦，但是我会看到，好不好？因为有好多讯息哦，一天太忙了。但是如果你要找我，或者是你画画的话，可以来找我，就是可以跳到 Twitter 上面，我会在 Twitter。以为你会讲成力，不会啊，我成语这么好，国文哇，拜托，以前就是别的学校的国文老师会找我去找他的，找我去当他的国文老师，行宝，对不起，开始讲屁话了。我的高中同学 YT 的频道叫做雅次元，好耳熟哦，雅次元，超立方弟弟吗？是吗？对啊，对啊，对啊，超立方的弟弟，还是哥哥啊？弟弟吧。哎呀，噔，嗯，弟弟弟弟，我也是前一阵子才知道那个。他是他弟弟，好有趣哦！我以为就是他们两个一点不像啊，怎么会这样子？兄弟 YouTuber 好厉害！其实很多时候很喜欢看 Minecraft 的原因，主要是可以看到阿星跟大家互动，那种开心的感觉真的感染到我。每天都很期待五点半的到来，有时候会想说很，真的很庆幸成为了现在的我，所以才喜欢上现在的神，进而认识了。羽毛跟鹿等等的人，看着大家聚在一起，同时拍一部片，同时为一件事情开怀大笑，那种感觉真的是点点点点，何其有幸！无论未来怎么样，我都会好好的把这段回忆珍惜在心里，今后有继续喜欢阿森。好的，谢谢你。国文这么棒，想看阿森去参加一次千金，会死掉啊！哎，你们知道我前一阵子不是玩了一款很白痴的线上游戏吗？我超认真在玩欸，你们知道吗？最认真的那种哦。我练到34等哦，还是35等哦，我超厉害。我两天前才跟鹿说我退坑了，然后我一直找不到游戏，我又回坑了。对啊，好啦，也四点了。那就跟大家说声晚安咯。我也不要偷偷告诉大家我明天的影片是什么，看一下，明天我们的影片是，哼，不告诉你。有鹿，有羽毛，我们明天晚上见，晚安，拜拜。关台了，阿乐你在干嘛？Ginky Kun，晚安。